都拿到了吗？有送给大家的。然后呢，有几位的票上面的金额，你们看一下哈，第三排有40块的有没有？一个，还有谁40块的？40块的，40，40，40块，40，两个。现在呢，我们要进行第三天下午的行程。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武隆的天生山桥。那这山桥整个的是由大自然形成的一个天然的景观，是属于喀斯特地形。那等一下我们会先搭一个80米的一个地下电梯。那下去到那个天坑以后呢，还要先走一个400米的一个楼梯，然后呢后面呢就会变成是一个平坦的道路，然后沿路会浏览一些美丽的景观，总共是2.2公里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吧。Let's go。分为两车的话，大家不要着急，只有一个终点站，中途不会停车的啊。终点站汇合就 OK 了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两个都是40票，因为他一个车一老一小，哦，真的，一老一小。正身，我们的是135块。那你们的，你的是真的哈？40块。40块嘛，哈，一老一少。嗯，来，跟我来七个，跟我来七个人哦，来，跟着。妈妈在后面没有问题的。这边是天生山桥的那个旅游景点，那这一个是，对，变形金刚。啊，因为变形金刚第4集在这边拍摄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坐那个电梯直接下去到最下面的地方。这个观光电梯从一楼到地下一楼就总共是80米。嗯，很漂亮。这个是要到下面80米的话是层楼的。可以，肯定没事。对面玻璃这玻璃跳台，看来有好多米啊！脏了看不见，哦，看到了，在那儿呢，在那儿。看到了，这个比较干净。哦，这是刚才我们看见那个洞，对，洞那个洞，这边真的。我看见洞门了。奶奶，为什么我感觉这么下降，感觉有点可怕呢？你在玻璃台上都不怕，你就怕这个？我就不怕。哦，有那个轿子，我老感觉下面，哎，对呀，有人在抬轿子，坐轿子嘞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哇，这个，哇，这个洞，哇，这个洞好大的哦。人家热，那走啊！你要不要享受这个？真的 OK 啊。这个全程一组，全程的，那走吧。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搭下来的电梯，总共是80米。这边一个大的山洞，等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。来来来，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关系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没有。嗯，他刚刚说一趟400米，然后是200块，然后如果全程的话是400块，对，人民币。这是这边的架子，桥运。来了啊！好高啊！
好，走到这下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。哇哦，这个是一个奇景，自然形成的一个奇观。然后这个上面那个就是我们刚刚搭下来的电梯，你看，你看那个电梯有多高，你看80米的电梯。哎，这个角度好哎，因为都可以拍得到，往上往下都可以拍得到，漂亮吗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下面的地方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天然形成的一个山洞。那我们往上面看一下，刚刚那个就是那个后面，我背后的那个就是我们刚刚搭下来那个电梯，有80米的电梯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，这个就是这个山洞，这样形成这个山洞。然后我们刚刚一直在爬，爬这个楼梯，这些楼梯总共要爬这个走往下走要400米，400米的这个楼梯。天微亮，繁华落地成霜，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，自我向往。遥遥桃花凉，前世你曾设下这一海心茫茫。太恐怖了，我竟然能够从这边爬下来。啊，挣扎了不晓得多久了，还要再继续努力。都是假象，你是管调的亮一点。够，继续下坑，再加油，已经快到了，已经快到了，再加油，加油。现在这边呢，我要来自己拍，自拍后面的镜，后面的。我要小林一块。翩翩芳菲如水流，两两天一列一生花色，如发尘上情中人。他俩人当时想看看的人是吧？这旧的心还有几年，那是四年多年的情感嘛，第二次有这个这是满城黄金甲拍摄的地点，这个是影片啊，这个是现在要去看变形金刚的恐龙吗？教父是这一边，好像很多人都会搭乘。这个叫做天龙天坑。
上来照，他坐着去，买门票的时候七点零，一定得照一张。那我跟我现在没得娘，我就跳了。这个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好，终于跟上你们了。今天走十分钟呢，我们快。我走半个小时哎。对啊，他就要就要走半个小时。快，快十五。好，很高兴。